那众跟随的自在好的是向行三昧去领地位去三昧去三昧去同学们，我们李琴老师为我们授课，向老师行一问训礼。阿弥陀佛，老师好。好，大家好，请坐。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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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佛学院的同学，电视机前及视频前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今天要为大家讲解的是《佛法概要》第五章，佛教东传中国。那今天要说明的视频是在第七十，图表是第三十九。那今天我们要讲解的主题呢，是中国佛教思想史纲要。那我们在上一次呢，有说明到说史的中国佛教，也就是把中国佛教，利用一堂课略说略解。那接下来会有两堂课呢，会针对中国佛教修行的法门，他的思想的流变，他的演变，那用两堂课来为大家解说。那中国佛教传承于印度佛教，而演发了中国佛教的十三宗、十宗，还有大圣的中国佛教的八宗，他的思想的流变跟演变呢，我们透过两次的上课，从汉朝、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他的思想流变，他的法门的一个差别的一个修法的不同，为大家做解说。那今天我们要说明的内容呢，它的朝代呢，从汉朝还有魏晋南北朝的这个两个朝代，也就是说中国佛教的思想史呢，它从汉朝的传入中国，传入中国呢有两个路线，还有它的年代，还有它的修行的法门。那修行的法门呢，有偏重在空中，有偏重在有中。那传入中国，它的修行的体系呢，它就有大圣跟小圣的两个体系，般若性空为本而大小兼畅。那这个是一个因缘所生法，也就是传入到中国，它
大圣的般若系统跟小圣毗昙的禅学系统呢同时而传入。那传入到中国之后呢，从汉朝进入到魏晋南北朝，那这两个朝代呢有什么差别呢？秦朝跟汉朝呢它是一个统一的状态，魏晋南北朝国家是处在分裂的状态。那初传到汉朝进入到这个国家分裂呢，魏晋南北朝这个魏呢是三国之一，魏蜀吴的三国。那魏朝呢就进入到晋朝，那晋朝呢它有西晋，再进入到东晋，东晋呢它又分为南北，这个地理环境呢分为南北。那东晋是南朝，北朝有五胡十六国，所以呢五胡十六国它处在一个国家分裂的状态。但是佛教呢在这个两晋呢发展的非常的迅速，许多有名的法师呢也在这个时期呢大力的翻译佛典，弘扬佛法。那魏晋南北朝呢这个时期佛学的主要活动呢就是翻译经典。那翻译经典当中有鸠摩罗什，他把印度佛教的两个系统，就是中观的般若系统，翻译大量大量的经典。除了鸠摩罗什，还有其他的法师呢，也翻译了许多的这个性空般若的经典，比如说像《诸法赋》等等。那尤其在两晋，晋朝呢，他对般若性空之学有多方多家的研读，所以这边般若学研读呢，它有六家七宗之多。所以在大圣三系里面，中观般若系统呢在中国佛教因缘所生法传进到中国的时候就是两个系统，在汉朝进入到魏晋南北朝呢这个系统也是被大力的弘扬。这个系统般若性空系统呢它的佛典呢也被大量大量的翻译，所以这个也奠定中国佛教大圣的思想的一个根基。所以在晋朝呢般若的修学呢是很重要的。我们在上次有提到说中国佛教它的思想的流变呢有一个密码叫做12820。这个一呢就是早期呢中国佛教它传承于这个性空一位。这个性空一位呢性空它比较偏向于般若系统。那这个般若系统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一二的二呢就是二流分化，二流分化呢就从一分化为二，这个二呢
它有南土跟北土的真空妙有，还有真常唯心。真空妙有，这个真空呢是一个系统，妙有呢它是一个系统。在魏晋南北朝呢，它的法门呢二流分化，其实它的二流分化呢产生这么多的系统出来，我们说在南北朝的时候，南土就是中国的南方，北土呢就是中国的北方。那南土呢是真空妙有，真空妙有它是不一样的，总说是这样子。第二个北土呢是真常唯心，真常，但是呢它的说明偏向于唯心。我们在佛典的说明呢，有时候说唯识，有时候说唯心。虚妄唯识，真常唯心。虚妄唯识呢就是唯识系，真常唯心呢就是唯心系。这个唯心呢是真常系它主要说明的内容。那等一下呢我们会跟大家简介。这个真常唯心呢它的内容是真常心跟真常空的融合。那真常唯心论呢是以真常境为一切的本体，它立二元论。真常唯心呢它有清净的真心，也就是说众生呢有清净的如来智慧德相的清净心，这是一元。第二个呢，我们被这个杂染所影响的，所以呢它是二元论。那这个呢是在北土呢有真常唯心的这个系统，所以在魏晋南北朝呢它的二流分化就是真空妙有跟真常唯心，简易的说是这样。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它的